现在是到桃园，应该是接近高铁站附近的一个公园，那叫做青塘什么东西的。那我觉得整个建筑物，哎，可以看到台 A 机机捷，机捷没错，是人非常的少，然后很悠闲。不过今天的雾霾实在是太严重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还有鸭子，在远远的地方有没有看到白色的？好，那刚刚这一座桥呢，我看了一下它的阅读的指示，它是说它叫希望之桥、希望之塔。Anyway， 雾霾太严重，然后旁边房产感觉就是可以写公园第一排之类的。好，那周遭也算是干净。嗯，先这样。